张志豪双响炮，开季连二三场安打。在突破沙夷障碍后，中信兄弟张志豪昨天对义大的比赛火力全开，单场敲出两支全垒打，开季连续场次安打，延伸到第二三场。开季来了，前阵子真的是因为比较记录总是会让人家觉得压力很大，身体紧绷。那今天我就真的是放开了，就是回归到我之前应该是开幕战打得很好的时候的那种感觉。除了张志豪单场双小炮之外，蒋志贤、周思齐、林威柱也开轰，助中心兄弟以14-15击败义大。单场最有价值球员当然是张志豪，他的老婆还特别担任颁奖人。今天赢大家都很开心，其实我现在我的每一支球员都是像观众一样，只要球队有赢球都比之前的老观众还要强。一场统一队打民国的比赛，罗国伦昨天生涯单场双响炮，他跟他老哥高国辉一样，七支全打就有4支是在桃园开轰。在我这边打很舒服，他们的比较好听，他们的不会像兄弟像那样讲，我想真的兄弟像的会有点酸一样的，他们的不会。统一这场比赛以15-3大胜打民国。董雄文最大亮点是大师兄这个好身材报道哦。